你会用哪一个动物去形容你的妈妈？蜘蛛。蜘蛛。你觉得妈妈胖吗？有一点点。牛。牛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它屁股大大的。哦，我是像狗，因为它鸡鸡小小的。谁？妈妈。妈妈？妈妈没有。那你觉得你的妈妈像什么动物？我觉得它像鸟，因为鸟妈妈就是会喂鸟小孩，你知道忙进忙出啊。小时候都是它下班，然后买晚餐回来给我们吃。你的妈妈最不满意你什么地方？大概是我单身太久，她很担心我。那妈妈有什么经典语录？有啊，她就是会一直问我说：“为什么交不到男朋友？你怎么还没交男朋友？”太闹了。我们今天就是要上街来问问大家，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妈妈的话，你的妈妈会是什么样的妈妈？她又有什么样的经典妈妈语录呢？哥哥。你的母亲节是什么吗？一半知道，一半不知道。那你知道的那一半是什么？平常都是会送康乃馨。母亲节跟父亲节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就是要庆祝妈妈的，感谢妈妈照顾我们的。哇，用一个动物去形容妈妈的话，你会怎么形容妈妈？兔子吧，因为我妈属兔。就这样啊。兔子很漂亮，所以因为我妈也很漂亮。哇，懂说话，蜘蛛，蜘蛛，因为他说他胖成猪了。有吗？你有觉得妈妈胖吗？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。牛，牛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屁股大大的。哦，我是像狗，因为他鸡鸡小小的。谁？你说谁？爸爸吗？不是。不然呢？妈妈。妈妈，妈妈没有。妈妈没有那个东西，妈妈又没有鸡鸡，我你也没有啊，我有啊，有啊，现在是男生，你现在是女生，男生，你是男生，你为什么会想要留长头发？因为不敢剪头发，他怕那个刮头发的声音。妈妈最常对你们说的话是哪一句话？去整理房间，去整理房间，像猪窝一样。晚上，阿嬷嬷赶快睡觉，早安，晚安。晚安注意安全，因为这样才不会死掉，这样才不会受伤。不能调皮捣蛋哦，爱你哦。所以你平常爱调皮捣蛋吗？有的时候会。那你都怎么调皮捣蛋？你说像这样弄弟弟吗？那你做什么事情妈妈会开心？我问你，你最近有没有推荐一些男生比较爱玩的手游？男生爱玩，然后是那种打打杀杀，然后3D，然后有些华丽特效可以进去。最近有一款上线，可以试看。哦，哪一款？极人双克。他说真的不会打游戏，那叫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绝对让你摆脱无名男生。他是一个三国时代的背景做设定，里面有很多武将，你看。哦，刘备。对，然后这边还有吕布。它是一个深度还原整个三国时代的一个游戏。它为什么会是吸引男生的手游？它跟其他游戏不太一样，是它有很有趣的对抗赛，像是那种你看这个夺旗的，然后男生喜欢赢的感觉。如果你这时候玩得好的话，就是展现你个人魅力的时刻。那怎样展现？快，叫我。它就是这边有这个1-1的，然后3-3，然后60-60这种攻城战。像它的武将里面呢，就是它会有这种远攻的，然后或是它有那个辅助型的。哦。所以你只要搭配好，怎么样都很好。那我要狂练猛练，我要看这次能不能趁机破关。今天《极如霜2》已经正式上线，大家赶快去下载来玩。你快点教我其他东西吧，我这次要脱单。就是有去刷牙，是有去尿尿，帮他按摩，帮忙照顾弟弟。你会怎么样帮忙照顾弟弟？陪弟弟玩。那你做什么事情妈妈会生气？跟哥哥一样调皮，顶嘴，不听话，打饭饮料。也会凶我，捏弟弟脸脸。可是你是爱他才这样捏他吗？你是因为觉得他很可爱，觉得他很可爱，哇，好有爱哦。妈妈生气的话，他会惩罚你吗？有的时候会叫我们也去绑架。兄弟啊，啊，恁爸打字也好好，恁下边挂个恁爸懵两个，恁爸啊已经无讲话啊，规工啊。那你有没有骗过妈妈，或者是你妈妈不知道的秘密？我会拿我奶奶的 iPad 来看影片。奶奶。会给我吃一颗糖果。他只是个孩子。我每天晚上有机喝多多。妈妈不知道是不是？不知道。我今天没有吃饼干。我是骗妈妈呢。对啊。哦，你跟妈妈说你今天没有吃饼干，但你有吃饼干。对啊，吃很多啊，不让我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太胖了。我把考卷吃了。什么东西？然后嘞？他会常把扣
扣500块，扣300块。啊，那零用钱？扣1000，不是零用钱。那不然呢？是因为要看电视或看手机，都是需要用那个什么，我爸爸叫那个东西“乖宝宝银行”的钱。最讨厌妈妈做什么事情？不看手机，不跟我出去约会，说出我那些秘密啊！我会气疯，火山爆发，火山里面丢了一个原子弹、中子弹什么弹，什么哇哩哩的，我妈骗我。因为我妈有时候会陪我睡，然后结果呢，过了3天开始不陪我睡，超不开心。妈妈在家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？